阴阳怪气的韩国女生，好把你翻译咱们中国网民们的评论来赚钱。嗨，大家，这个有晚上阴阳怪气韩国女孩，还把蹲在阿婆主中韩情侣中的老小的视频，也搬进她的视频里面了。而且她还把中韩情侣中午早雪的视频片段也搬到他的视频里面了。这个韩国人靠搬运咱们中国网民们的评论来赚钱。嗨，大家下午好，看看我发现了什么。这个韩国人把咱们中国网民的评论搬运到他的视频里面了，而且他还把中韩情侣中午早雪的视频片段也搬运到他的视频里面了。这个韩国人靠搬运咱们中国网民们的评论来赚钱。